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元素啊。那今天呢啊，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英雄联盟的视频啊。然后这个是我这个堂弟啊在这操作啊，这个是我的号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他选的是什么？在哪里？人在哪呢？我来为你带路啊！我去，好。记得爱培元素击杀了这个啊，他今天是来虐菜的啊，这尼玛！好啊。好的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战局啊，这个我是实在不懂啊，这个我这是才烂。我的剑在哪？就是你的剑。好，哎呦，好，我去，快上上上，你马上呀，上！好，我觉得我要赢了，漂亮，终结！我操，必须的，这么犀利啊，这，好吧。那你，我靠，关键时刻怎能感冒？你怎么点出去了？好吧啊，这个。这个我堂弟也是偶尔玩这个，我们今天就看一下啊，就看一下啊，我跟他的搭配啊，我来解说他来玩啊。好，我操，遇到冲锋上阵，哎呀，这尼玛，哎呀，又来一个，我靠，围追节奏，赶紧跑，我操，这尼玛左边小心，上面，哎，漂亮，啊，又干掉一个。好，这个家伙啊，这个家伙想跑，好漂亮，双杀 double kill， 再来一个，有没有？咦，我操，这家伙一定要追到他。好，这家伙没血了，赶紧速度解决掉，没血了。我靠，爱培元素已经无人可挡了，有没有？好吧，哎，这个。啊，表示我这个没有怎么玩过啊，那今天看我们这个堂弟来玩一下啊。好，然后他现在回城了啊。跟我来。好，这个玩的是相当的风骚啊，有没有？必须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是中路 rush 了啊。好啊，看来我们这个战局是相当明显啊，这个，哎呦我操，我们队友啊现在惨遭毒杀，我们赶紧上，尼玛敢搞我人，去死吧你！哦，爱培元素已经主宰比赛了，好吧，没有错，我就是这个什么，哎呦我靠，没血了，啊不是啊，那不是我，我去，我看错了，这尼玛。好，我们等着小兵上来啊，先让小兵干，哦漂亮。这个防御塔要死了，防御塔要死了，漂亮，哎，帅气，有没有？好，这家伙别跑！哎呦我去，哎，是谁摧毁了我方防御塔？尼玛，你看那群人怎么回事啊？不要害怕未知的事。好，我们赶紧跑。好，这边有个家伙，来吧，去死啊！团灭，哎呦，我操啊！他们一个团都给你灭掉了吗？太帅了，我靠！呀，哎呀，这尼玛太风骚了，哈哈。哎呀，好，这个防御塔又死了。嗯，我方将派出超级士兵啊，这个简直就是虐菜吗？哎，这确实就是在虐菜啊。好的，哎我去。跟我来。哦，太帅了，我操！这尼玛这简直混蛋，我已经分不出谁是我。哎呦，我操，我感觉我要死了，我操！好吧，果然啊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已经杀了。这是从一半开始玩的吗？我们采访一下，是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的？啊，杀了26，死亡是3次是吧？啊，好，太帅了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等待复活啊，因为这个。卧槽，复活时间这么长，因为等级比较高啊，等级越高那个复活时间越长啊，跟那个加布的战场模式也是一样的啊。啊，不过呢啊，这个咱们马上应该就会赢的了啊，看到他们这个东西都没了，防御塔那边我们拆完了，我方已经派出这个超级兵了，这上面箭矢怎么那么多，他们来轰我们家了吗？好的，哎，我们现在已经复活。
漂亮！来了来了！好迷茫，气死吧！好漂亮 ，double Q， 一个 double Q， 再来一个 triple Q，triple Q 有没有？来一个 triple Q，triple Q 啊！再来一个 ultra Q。哎我操！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！我靠，四杀，四连杀了！再来一个，有没有？敌人在哪里？敌人在哪里？有本事给我出来，出来就让你。好吧，一个非常漂亮的四杀。嗯。好。敌方也派出超级兵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结束了吗？我操！这尼玛！不会吧？这是虐菜啊！这才几分钟啊？咱们这是。啊，这个一开始我们之前是掉线了啊，之前卡住了，然后我们又接着玩。好吧，在我这个堂弟的风骚的指挥下，咱们直接是胜利了啊！我来就去啊，这才几分钟啊？我看一下几分钟啊？要六分钟啊？六分钟啊？六分钟，我感觉这个。不过瘾啊，那算了吧，那下一次再给大家解说一个过瘾的啊，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拜拜。F5